这里是 Brookside Gardens，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北部1个小时车程的距离。这里是食人养花的 YouTube 频道，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。这个 garden 叫做 Brookside Gardens，我们今天继续往里头逛。像这种漂亮的 garden，到处都是观赏点。我就只有看到哪里说到哪里了。比如说，像这一个装饰的球，它是用石块拼成的，是不是很有创意？想不想知道它是怎么做成的呢？我也很想知道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有关于它的视频或者是介绍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也好多学学。今天我们就在旁边走走，看看。还被挂住了。OK，你看它这个装饰球，这个球呢，它本身的颜色有点暗，特别是在阴天，现在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，晚上8点钟，7月中旬，它采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？你看看，它用的是浅颜色的 Hosta，在它周围种植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球衬托出来，而且这个 Hosta 呢，它可以把这个土地和后面的。这个常青的，看不太清楚什么树种，常青的树给分离开来，这样的话，这个 Hosta 实际上在这里头起了一个很好的衬托作用，把这个闪亮的大石球给衬托出来。关于这个石球呢，它有一块碑，看看，大家可以顺藤摸瓜，顺藤摸球，了解这个球更多的历史。在欣赏这个球的同时呢，我就闻到一股股的香味儿，肯定不是从这球出来的啊！我就找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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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，什么东西那么香啊？这旁边也没看到有花，这个香味儿很特殊啊！我就想起来了，是什么香味儿？是这棵树的香味儿。这是什么树呢？这棵树叫 Katsura Tree，莲香树啊，这个名字起的。那一听这就是中国也有了，肯定是原产于东亚。也是好消息，这个 Katsura tree 是在多伦多是耐寒的，在很多地方公园见到过 Katsura，在 nursery 也见到过有卖的。这是一棵小树，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不仅仅是香味儿，在它秋天的时候，叶子颜色会变得非常漂亮。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。Katsura tree，一个让我着迷的花园，一定是有一个漂亮的结构。用"漂亮"这个词，简直是应该说是很不恰当，但是我就是词穷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漂亮的结构加上特殊的植物，这样的花园一定是让我如醉如痴。欣赏花园整体美丽的同时，还可以享受这一棵棵，特殊植物的什么魅力吧？我想不出更好的词来了。现在已经接近这个公园关门的时间了，而且可以看到萤火虫在阴影里头一闪一闪的，告诉我们时间过得飞快。是不是还有时间看更多的花园？我可能走了一半左右，这个花园简直是走不动，简直是太走不动了。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，欢迎订阅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